第四个吼，就是迄个王朝的没落吼，第四个讲到以色列，以色列对吧？阿哥啥？啊？犹大。所以所罗门的王国分裂，好、哦，北国是啥？以色列，南国是啥？犹大。所以今日咱那种十九个，啊，犹大，二十个，所以这个第一个，以色列，啊，所罗门个以色列，啊，犹大。犹大，所罗门传位给谁？传以色列还是犹大？犹大。啊，传位犹大，所以他的儿子就是罗什么？罗伯安。罗伯安，那就是什么？耶罗伯安，对不对？这是他儿子，所以这里十个支派，这有什么？两支派。OK。所以以色列先王对不对？多少王？七什么？第二跟什么？五八六。所以最后一个王是什么？来，最后一个王是什么？亚述。这里犹大最后一个王就是西，死在这里，就是西底家。啊，西底家。啊。最后一个王，啊这里。这个叫做好水啊，哈哈哈哈，好水啊，真好水啦，好水啊，好水啊，一个好水啊，怎啊死在这，哈哈哈哈，好水吧，哦，一个是好水啊，一个啥，死在这，哦，就这个啊，哎，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课啊，我们的那个问题上次还没讲完，好。我们看看问题啊，我们看那个第，所以第三题的时候啊，第三题的 A， 北方的以色列比在南方的犹大国为时间要长约130年，对不对？第三题的 A， 啊，错，对不对？第三题的问题 A 是什么？短啊、哦、B 呢，以色列所有的君王怎样都是怎样好的，对还错？错的啊，是相反的啊，相反的。C， 北国第一个王立的什么金牛犊给什么以色列人怎样敬拜得罪了耶和华，对不对？对，所以是第三条，第三题的答案是 C 哈、啊、以色列看犹大最后同辱在亚述人手下，对不对？错，以色列人怎样死在亚述啊？南国会在哪里？巴比伦啊，这很大家都很清楚的哈、哦，这是基本的东西哈、哦，大家要非常的清楚。第四题的时候，来，当以利亚哈、啊，上次我们的 confuse 以色列王啊、哦，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是谁？答案是什么？起的什么？起邪恶的什么？哎，你要第几个？三，第四在这里，第三在这里，第三来，好，第四题 ，B 的话 ，B 是以色列王是耶罗波安使民陷于什么最终，对不对？第几个？嗯，第四，啊对，来 ，OK。第五啊，啊，来，所以第四课的答案是什么 ？C 对不对？啊，对 C，OK、okay。第四课的答案是 C 啊，取了耶洗别哈为妻啊 ，OK 是啊亚哈王取了耶洗别。第五题，历代至上和历代至下怎样？哪一个？哪一个？看前面的功课哪里？前面有写，前面那个第几页有写？第二页的第
从什么宗教的角度，对不对？不是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着眼，没有。二，历代制的视角，所以答案是什么？第四页上面。第三页、第三页。第三，使他们充满信心，盼望那弥赛亚来做大卫的王位。对，使他们充满简略属灵，历代至上下从属灵的观点是怎样？就是他们充满信心弥赛亚。所以答案是什么？C 是吧？好。答案是 C。第六题，两位劝勉从巴比伦归回的渔民重建圣殿的先知是谁？哪一个？重建圣殿哦，注意，尼西米是重建什么？城墙。以斯拉说你们要读圣经，对不对？来，以西结、以丹也不对。哈该跟撒加利亚是谁？哈该跟撒加利亚。说你们什么？哈该说你们怎样？圣殿怎样？荒凉。你们住在什么象牙塔的房子中？所以是怎样 ？C 哈该跟什么？撒加利亚。好，所以尼西米看到那个城墙毁坏。啊，那个是说，OK， 好，所以是 C 哈，好。第七题，犹大人分三个阶段从巴比伦归回，带领第一批人是谁？所罗巴伯，好，所罗巴伯 ，OK， 是所罗巴伯。第八题，尼西米，他是一个省长啊，主政，受亚达薛斯王的任命去做什么？做什么？什么？耶路撒冷的什么？城墙逼，城墙毁坏。所以尼西米花了多少天？52。所以尼西米五十二就是52天的计划，52天就把城墙建起来了。第九题，哪两卷书写于同一个时期？但以理是怎样被掳，对不对？以斯帖呢？也是，所以是哪？答案是什么？是同一时期。同一时期写在什么？课本你要读的时候，你看第几页？来。第这个尼西米跟马拉基，尼西米是不是？有没有？第五页下面，对，所以马拉基尼西米是怎样？同一时期的在第五页的最下第三点，有没有？马拉基跟尼西米啊，马拉基跟尼西米。第十题，以斯帖是一个犹大的女子，她怎样？A B C， 哪一个 ？C， 好，所以是 C， 就是雅哈什么？雅哈水乳啊，女性啊，
以斯帖是亚哈水鲁王，所以是最后啊，亚哈水鲁王。所以我们这个下面那个图啊，以斯帖的一生为神所纪念，起初是你一件被神所纪念的事。我们被神所纪念的事，就是为神所做的事啊，神可以纪念我们。这个要你们自己啊。下去亚伯拉罕下面啊，我们看到犹大以色列这个就是王国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五课。第五课我们讲到那个五卷书啊，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啊？第二页。第二页。第二页。第二页好。来，约伯，我们今天会讲到，也会讲到约伯哈，苦难中的什么祝福哈？所以约伯有几个朋友？三个啊？三个朋友都怎样？责备他，对不对？好，这是被他对。第四个朋友怎样？最后有绝大部分的有第四个朋友就是以利沙、以利户啊，他们这样。所以约伯里面哈、啊，约伯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给约伯的苦难，我们今天会讲到苦难。神给人的，上帝给人的苦难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天灾。啊，自然的是吧？第二个是什么？人祸。还一个是什么？我们的什么罪啊？一二三，天灾人祸跟什么罪？所以在这里呢，约伯里面呢，他所受到的是什么这个苦难呢？我们很难是不是吧？不是罪的问题啊。所以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哦，在责备犹大国的时候，是犹大犯罪，所以你犯罪的时候，神就惩罚你，知道吗？但是约伯呢，他有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所以不同的东西，啊，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犹太人在苦难，犹太人的苦难观是什么？你遇到苦难是怎样？你遇到苦难是啥？犹太人的观点是什么？你犯罪，你有犯罪，你有犯罪，神就惩罚。因果。OK， 就是有一点因果关系哈。但是呢，但是那个约伯呢？约伯是不是？不是，约伯是义人，所以他们的三个朋友一直责备他说：“你一定犯罪，你一定犯罪。”所以我们看到人家受苦的时候，苦难东西我们很难去了解啊，难了解。但是啊，这是一个神让我们的信仰。操练的一个东西。好，我们看第三页哈、啊，诗篇里面有几篇，我们一起来念来要解。你们要怎样？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总上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照他极美的大能什么赞美他。所以诗篇里面呢，有150篇里面，大卫王写的。大概是73篇啊，主要还有摩西、亚撒、所罗门。摩西写的几篇？摩西写的第几篇？90篇，对，是的哈。有人说91，也许是他写的哈。90篇啊，1篇，哎，是亚撒，还有所罗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作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做诗篇里面充满了神对他百姓的一个实际的教训。所以诗篇有分了5卷，这5卷呢，他们就是认为，有的圣经作者这5卷就是用希伯来的摩西的5经相对照，啊，创出立人生就可以用这三相对照，这5卷相对照，啊，所以摩西所以在诗篇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哈、啊，也讲到诗篇也讲到耶稣的那个预言哈、啊，诗篇。23、22篇哈、啊，讲到耶稣受苦。好，箴言呢？来，箴言是什么？讲到什么？
真的什么？智慧。我们一起来念，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知识的开端。好，讲到真言，这是谁写的？啊，所罗门。对，所罗门的真言，你看右面后、哦、右面那个表，最后讲到谁？才德的什么？富人31篇，那是谁写的？雅古尔，对不对？有没有啊？智慧，讲到智慧的富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这里啊，是真言哈、啊，真言里面是智慧言语的总集哈、啊，是所大部分是所罗门写的啊。是在地之人所写的属天的律法，所以便讲到各种的罪行，我们的罪行哈、啊，污秽、懒惰、虚假、奸淫、骄傲、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提出警戒。所以我们还要对什么父母、儿女、去丈夫、妻子、妇人、穷人的，都有的很好的一个教训。所以我说做生意的话，一定要读这个真言，因为你可以看出人性啊，人性。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要很诚实，怎么做？过一个诚实圣洁的生活，以免因着犯罪而遭致什么痛心羞耻和什么愁苦，这是真言啊。好，我们看后面第十页，传道书讲到什么人生的什么空虚，我们想念来，我用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要圣人所经典的，是禽兽的老虎。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浮空。所以这里一句话，日光之下，所罗门的他年老时候学掉了这个传道书，他说神，我们他在神以外要追求快乐，这是不可能的，不会成功的。所以所罗门他在。啊，他用尽了各种的方法，科学、音乐、娱乐、建筑、财富、音乐以及人为的宗教，但是这完全彻底失望。最后呢，他觉得在日光之下，一切事物都是这样虚空，只有在什么日光什么之上才是这样值得。所以属世的生活都是在日光之下，所以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候，欢迎啊，露露。所以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过的生活要怎样，非常的什么？啊，怎样？要非常的小心哈。所以在这个日光之下哈，好，所以啊、生活的真实，那在什么日光什么之上啊、哦？就是过神什么喜悦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明确这个事实，就无法明白这卷书的什么意义。传道书啊、哦，传道书啊，所以这是。我们传道书要教导我们是，如果没有主，怎样？人心是永远不会怎样满足的啊！没有主耶稣，我们永远不会满足，我们永远会找寻日光之下新鲜的东西啊，新鲜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我们会失望。所以传道书有点消极啊，有点消极啊，但是他是讲说我们要。所以总括一句话，传道书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教导你们要敬畏什么少年的主啊。来，22雅各是一个爱的什么颂歌，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在主后100年的时候，有一群啊编辑圣经的犹太拉比的时候，他们聚集在贾米纳举行会议的时候，雅各到底要不要编入正典啊？所以有位拉比叫做阿基巴啊 ，Rabbi 阿基巴，他说雅各是一个比喻上帝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爱的诗篇。雅各里面没有讲到上帝啊，和以斯帖一样，但是呢，他讲到上帝的爱，他拣选以色列人的爱，所以他得到拉比的支持的时候，这一本书必编入的正典啊，就是 canon 啊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这讲到呢。啊，那种男女这种啊爱的那种啊这种感情啊，到不可分离的时候，所以圣经学者在第五页，来我们看第五页，他这本呢温柔可爱的爱情诗篇是一则什么爱情故事啊？他美丽的文字使他成为文学的一个宝贝瑰宝啊，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区分的时候，雅各被称为什么歌中的什么？歌中之歌的 Song of Song 啊，
所以这卷书的主题思想大概有以下有两大概是两种的解释。第一个最普遍的看法是雅各描述了所罗门和一位什么苏拉密之间的一个纯情的什么爱情。他在苏拉密的家中求爱成功，便带着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什么宫中。这个解释体现了什么？耶和华对那些为数不多的什么忠心以色列人的诚挚的爱，就是渔民呐 渔民剩下的渔民的爱，也可以解释基督对教会的爱啊，基督教会的爱。第二个，另一种看法是放点点放在什么故事中的三个人物：所罗门女子和什么女子和什么牧羊行人。所以所罗门有1000个妻室。但他却独独想要得到这个女子的心，于是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宫中。但这个女子却仍旧什么爱着她什么自己的爱人，那位牧羊的什么群人。所以所罗门称赞她的时候，他只是描述自己所爱的人的言语，作为对所罗门的什么回答。按照这种观点，这位女子所预表的是什么？以色列人中为数不多的什么忠心之人。虽然这样，什么？世界怎样引诱他，但他的心还是怎样不离弃耶和华啊！最后，他的那位牧羊的情人就是耶和华出现了，他将自己的心腹带回了自己的家。所以，本诗是一个上帝的话，上帝依靠自己的形象造人，使人能彼此的相爱，在配偶的身上享受什么爱跟什么被爱。所以我们讲婚姻的是神所设立的啊。夫妻中间的那种爱跟被爱的关系是神所设立，享受爱与被爱。当我们研读这个纯真的爱的时候，也助于我们更了解基督耶稣对我们以及什么对教会什么坚强永远的什么爱。所以耶稣基督将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好像什么什么关系？好像夫妇的关系啊。所以这是耶稣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好。所以丈夫应该怎么爱什么爱妻子，妻子要怎样顺服丈夫啊，就像教会一样的关系。好，第五课来一题：约伯生活的时代可能跟哪一位同级？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很早很早期的。好，约伯的朋友呢是谁啊 ？B，OK，、okay, 认为他必定犯了什么大罪、okay. 好 ，C， 约伯对遭遇这些灾难的反应是什么 ？D，D， 约伯他我们他是自己是无辜的，并埋怨神容许这些事融到他身上。好 ，OK，D，、okay. 好。第四题，神在什么时候赐给约伯比从前多两倍的财产？是当他在怎样？哪一个？No answer.我们看前面这个讲义的第三页是说，当他为几个朋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的什么灾难什么就怎样就怎样就停止了。所以所以是他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神就怎样就赐福加倍的怎样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 ？B 啊 ？B， 所以是 B， 代祷就是讲到代祷，当为他的批评的朋友代祷的时候，神就加倍，这是一个代祷的功能，很重要啊。教会里面也代祷。第五题，诗篇的全卷怎样？都是大卫写的吗？是，73篇而已。D， 哪一个？有诗班唱的，也有纪念历史，是什么 ？D A B C D 哪一个 ？D B 是吧？还是 D？ 诗篇，你看诗篇来，诗
诗篇，你看看诗篇，对不对？诗篇有没有很长？这个诗篇是很长的啊，是一个篇长最苦的哈、啊。所以这诗篇是充满了赞美，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答案是什么？啊 ，B， 经历很长的什么时间？那个写错，时间，时间啊，经历很长的时间啊。还有历史的危机，有诗班唱的，还有很多很多的啊啊，大卫。好，第六题，哪一项关于诗篇的论述是不正确的？诗篇怎样？不正确的。啊？哪一个 ？C， 最少被人阅读，应该改是最多。啊，诗篇是最多被人阅读的一卷书。啊 ，A、B 都对啊 ，A、B、D、E 都对。所以在一的时候是希伯来经文的经典，是有五卷。啊，首先啊 ，OK。第七题，为在地之人所写的属天律法，这句话用以形容什么？真言。啊啊啊！真言，对不对？好。第八题，根据传道书的顺述，所罗门极穷一生追求快乐，却忘记了什么？对神的什么认识？所以我们要。你很跟很多人，很多人讲什么都会讲，但是讲到什么，讲到信仰，他说什么，他就不会讲。为什么？因为他对神没有认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常常要读圣经啊，然后你就认识神啊。你对其他的科学、哲学、金钱啊，去哪里玩你都很都知道啊，但是你对神的认识不知道，这个麻烦。第九题，所罗门发觉在日光之下，一切都是怎样？虚空的，空虚，空虚的，对，虚空。第十题，根据较为普遍的观点，雅各是描写什么？啊？普遍的观点来讲是什么 ？C，A、B、C、D， 哪一个？最普遍的看法是雅各摩西苏拉米中间的纯情的爱情，对不对？好，是不是？有没有？是什么？是 B 还是 A 还是 C？B 还是 C？C， 你看第一点的时候，啊，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他跟苏拉米中间求爱成功，带他回到。但是这个解释也显现的时候，耶和华对那些为数不多的以色列真挚的爱。所以这个呢，C 是对的啊，但是啊 ，B 也是什么 ？B，C 是 C 是不对。C 是忠于雅各的叙述 ，B 是有预表的方式。对 ，OK，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所以这是一个一般来讲他们的那个东西哈。好，所以是 B 跟 C 不同的看法啊，都有。我们来看第六课来。我们来看第六课来，大天之书，你们手上都有了哈。所以接下去，我们的第六课啊，大家都有了吧？第六课第几课都发了哈？啊？第六。第六、第七大家都发了，都有了吧？前面没有了，前面都有，上次有发了，不过没有了。第六课来，还是没有。第八在这里。
OK， 好。好，到十二课都在这边哈，你自己拿。来，第六课来，我们来看大限之书哈，大限之书。好，来第六课，我们一起来看哈，讲义第一页来。有没有？第七课这边。好来，大先知跟小先知有什么不同？啊？一个是什么？大先知跟小先知什么？大先知比较有名，对不对？啊？讲太多嘛。写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大先知跟小先知怎样？一个是怎样篇幅写的多，就是大先知嘛，大先知。小先知有几个？十二个。大先知有什么？有四个，其实有加一个耶利米哀歌，所以有五本书，五跟什么？十二，一共什么？十七本书。OK， 所以我们看讲义哈，从第一行来看讲义。先知书在基督教的圣经只从以赛亚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什么马拉基啊，所以一共几卷？十七卷。第二行，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被分为大先知和小先知，这与先知的重要性有没有关系？没有，而是依什么经卷的篇幅大小。在学习第六课到第八课的时候，我们要先怎样？请什么？先查阅以色列犹大君王在位时间与先知工作的时间的对表，我已经发给你们了，有没有？有没有？犹大有没有？没有，有哈。先知每个表，那个表，先知犹大那个表，就是对照哈，对照，大家都有了哈。好，先知，所以你在看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们看那个表有没有？这个表有没有？来，你看那个，看这个表，以赛亚在哪里当先知？啊？怎么了？哦，等一下，看 ，Apple 里面有。来，有了。哦，有了。好，以赛亚在哪里？那个以赛亚。哪一个？以赛亚在哪里？哪一个王做先知？以赛亚，有没有看到以赛亚？犹大列王有没有看到犹大列王？有没有？第九，犹大列王的第九，乌西亚有没有？有没有？弥迦，以赛亚跟弥迦是不是一样的？有没有？乌西亚九、十、十一、十二，有四个王有没有？有没有？以赛亚四个王，以赛亚跟弥迦是同一个什么？同一个时期的人，对不对？好，过来大先知耶利米在下面，耶利米是哪里？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耶利米？有。耶利米跟哈巴谷跟阿巴迪亚是啥？同一时期的，对不对？好，过来，你看看翻过来后面。这是我，但是这是被掳前的啊，在被掳后没有啊，所以有一些你看看这些，我们知道何西亚在以色列的第几十四有没有？何西亚啊，阿摩西有没有在哪里？十三，阿摩西，约拿在哪里？十二有没有？啊，约押斯 ，OK， 所以以利亚、以利沙那是啊，耶户 ，OK， 这是一些，这是一个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看着犹大那，这些都小先知的啊，小先知，所以撒加利亚呢？撒加利亚是哪里？犹大王的第七有没有？有没有？撒加利亚，
在丹尼尔里面有很多意象。OK， 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一些小先知跟大先知的这个在我们的世代啊，这个可以。好，我们再看讲义。好，先知哈，第一二三第五行，先知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什么？一个什么人？我们叫做有时候叫先见啊 ，prophet， 这是先知是神的一个什么代言人。所以先知的字根有什么？上言也显明宣告传义，所以代神传话启示什么？将来他为要对付什么某时代的什么罪恶？他们是乱世时代的英雄，乱世的警钟。神借他们的口或是他们的生命传达自己的什么意志，或是借着预言、警告、劝诫、斥责，使世人得闻什么警号，所以 得到警惕作为警戒。当国家守神律法时，往往不见什么先知。当国家衰落的时候，先知就怎样，就兴起为神怎样说话。所以国势越弱的时候，就是先知工作最怎样最紧的时候啊。那先知要出来，因为啊现在，所以智慧书是国中全盛时期，而先知书是国中怎样最怎样最衰弱的产品。所以一个强烈的对比，对比啊，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好，这四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跟什么？以西结跟什么？但以。这四个你看看啊，你看下面的年代，谁最先？以赛亚对不对？啊，以赛亚70年到68年，耶利米这样，主前怎样？627到585，然后呢？以西结呢？啊？所以犹大国几年被灭亡？500几？586。所以586时候以西结在吗？586以西结在吗？在。在不在？在。他被掳去了。但以理呢？但以理呢？但以理有没有？在不在？在。但以理也在。但以理被掳掉，掳到外邦了，巴比伦了。你看到下面有没有看到？对，看到下面的大，这个。但以理以西结都是被掳，耶利米那时候在不在？不在，不在 ，almost。耶利米那时候看到什么？啊，他看到耶路撒冷啊，他坐在耶路撒冷。今天我会讲到，他坐在耶路撒冷啊，哇，耶路撒冷以前那么好，现在怎样？荒凉。所以他说何进为什么、啊？耶利米第一章第一节，为什么何进？他说哎呀，他在那里哭。耶利米在那哭啊，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神惩罚犹大，所以犹大被巴比伦掳去了，啊，这是四个，知道吗？所以这四个王，好，我们看第二页，所以这四王的历史背景呢，在你们回去可以看《列王记下》跟《但以理书》啊，旧约的先知年代，你看看，我们再看。在北国的先知以色列有三个先知是谁？约拿、阿摩斯跟什么？何西亚。何西亚就是预表，他去何西亚去，神叫他去娶那个娶什么？娶妓女，就是预表以色列不忠，背叛神。南国的先知犹大有什么？俄巴底亚一直到哪里？耶利米，看看刚刚讲的耶利米啊。耶利米在那时候看到南国被巴比伦掳去，一直在哀哭。被掳起跟被掳后有谁？啊？以西结还有什么？阿该。哦，对，所以那时候那余种回到耶路撒冷，好，你看看。所以马拉基是390，最后400年的时候神就化了没有。好，接下来先知与王的同计，扫罗做王40年，大卫也40年，对不对？就大卫王做40年是撒母耳做先知，还有拿丹、加德和亚西亚，所罗门也做王什么40年。所以犹大国跟以色列国的，你看看这边，罗伯安跟什么耶罗伯安下面一直有什么，有这些什么王，对不对？说厄巴底亚是在亚哈现在做王，
好，好，再看第三页，第三页一直看下去。好，有什么？有左边有约珥，有以赛亚，对不对？以赛亚、弥迦有没有在约坛的地方？有哈。好 ，OK。所以约拿跟阿摩西，约拿跟阿摩西是在哪一个王？约阿什么？约阿斯有没有？是在哪里？是以色列，对不对？约拿跟阿摩西是在以色列做先知，还是南国做先知？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右边都是以色列。何西亚在以色列做先知，还是南国做先知？以色列。以色列。这样看懂了没有？有。那个表看懂了吗？好，慢一点。右边是表。右边是什么？以色列。左边是怎样？犹大。犹大。所以耶利米在犹大还是以色列？啊？耶利米要离别的。犹大。犹大。以犹大做南国，南国做先知。亚哈王是以色列的坏王还是好王？还是南国的好王？亚哈，找看看。第三页的最上面一个亚哈，北国的什么坏王？亚哈娶的谁？耶洗别啊，亚哈娶的耶洗别。这样有没有问题？好，这样有个概念吧。好，还有没有问题？他这里写个中断期是什么意思？哪里啊？右边以色列。以色列罗伯安特跟撒加利亚中间，在第三页。第三页最上面。最上面。对呀，那中间那个以色列有一个第二个耶罗伯安做事情年，中断期12年，再来叫撒加利亚。这个我要去查，我也不晓得。耶罗伯安二世。好，所以待会我们有一个概念哈，那慢慢我们去看那个南国跟北国的一些先知的历史。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哈，我们就是下礼拜把这个以赛亚这些二十个都把它看完，你们回去稍微仔细看一下啊，把第六个作业稍微做一下，好不好？林博士，我们今天祷告来结束啊。我不会祷告。不会啦，可以啦，一两句就是可以。哎，可以来。哎，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洪牧师的言，传导我们圣经的道理智慧。感谢赞美洪主耶稣的这个圣名。阿门。哦，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我们在这里12课哈都发出来了，你们记得带拿去哈。七八九十，等到12课都过了。最后面的有意思。没有拿。
第十课没有，下礼拜再印吧，欠的，好，欠第十课，多少钱？一块钱欠的，印少了。